家好，欢迎来到新庄城堡，富邦悍将 Go Stronger 够悍，在这个周末跟统一狮队的系列战，今天要进行第三场的比赛。汗水洒满坚定的步伐，我们一起走过风雨不懈。Lions of 永恒的统一狮，我们是最强的队伍。Never give up， 不放弃。我们是不退的勇士。胜利的炽热焰燃烧在心间，每个瞬间经历与否才是信念。可黑夜来来临，我们燃起光芒，大家一起来，是真正的。哎，这球给了。线上的好球，两好球，两坏球，哎呦，有稍微削到一四七的内角球，看起来削到球库的位置。走了，长传慢抖啊，这球传歪掉。不过 timing 呢抓到之后的截线是记录上盗垒成功。主要是传偏哦，这个进垒位置是有点 pitch out 的感觉哦。这是一个内角的三振出局，那统一狮队呢，在第一局的三个出局者，通通都是被黄保罗三振出局。Go go Guardian， 坚持到底，守护希望，勇敢前行。Go go Guardian， 飞越顶峰，我们是悍将，战无不胜。坚持到底，守护希望，勇敢前行。Go Go Guardian， 飞越顶峰，我们是悍将，战无不胜。变化球有直插球跟大曲球啊。Check swing， appear， 判定有。哇，一垒审判定这个球是出棒了。哦，崇宇是很快先补一个 tag， 用带的，哎呦，比速度哦，抹了哦，内野安打。等到确定拿好的时候，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。这里哦，哦，球有稍微离开手指头啊。这球出手。去的安打，打一五四的速球直接穿过了潘杰凯的手套，下缘穿出去。哇，塞内角哦，而且是偏高的进垒位置，强烈拉打形成安打。啊，挥棒落空，又是一个变化球。这球打在中间方向，中外野手陈杰宪已经就位了。好，完成了接杀，比较外侧的进垒点，回棒落空，三个球 ，Thank you， 三振出局。他今天的直叉投得很有 feel 哦，然后再加上这些其他的变速球、变化球等等，主场的球迷大喊三振的，哇哦，穿过去了，初速还是打得很快哦，外角的快速球虽然来到了148公里。这只是一个飞球，这个飞球有机会防守，申浩伟已经就位，完成了接杀。这个外角球稍微开了一点点，其实有压到外角的 borderline。收球了，顺势的传向二垒，出手了，一二垒之间的穿越安打，这是今天从古林的手中所打出来的第三支安打。通常阿德会把球带起来哦，但这个挥棒是比较平级的挥击哦。哇，这个平飞安打打得精彩，一个大的弹跳，这是界内球传二垒封杀，因为弹得比较大哦，所以仅仅封杀了前卫跑者，膝盖不舒服，下二局。这球打成了飞球，仰角过高了，许哲彦
完成了接杀，家长跟小朋友们呢，哦，从早上就参与活动到看比赛啊。这是一个挥棒落空的三振出局，古林这场比赛所投的第三 K。哎呦，哦，挤成了一支安打，哎，平二垒哦，对，哇，真的是被他拼到了。阿德的手套是在外侧，嗯，但是你看这个缩着手打，我一开始就看着来球是靠近身体啊，缩小挥棒轨迹啊，嗯，快绕过一垒之前，发现这个时间上有机会上二垒啊。平飞进手套再穿二垒，哇，花钱变小飞侠，对。哇，一气呵成的动作，而且重点是中显也有会意到啊，嗯，所以也跟着进去了。对，用碰的，哇，真的用碰出了安打，但是呢，林家伟会被留在三垒上啊，嗯，因为真的是用碰的。对，哇，杰宪展现他的一个球棒控制能力了，嗯，落地之后才起跑。挤成了小飞球，接杀出局。这球是一个飞球，这个飞球呢距离不够，右外野手孔令恩就位接杀出局。统一在第三局的攻势留下了两个垒包的残垒，依然是0-0。我们继续的运用外角，好，打成了滚地，被收球了。许哲彦完成了刺杀。哇，在极限的近垒位置，中显这一球控制得很好哦。嗯，击球出速也很快，但被美记没收了。挥棒落空，哇！这球投的确实一出手会让打者觉得就应该要出棒，嗯，但开始就往下掉了，啊，相当有引诱性的进垒位置。速球结果打成了飞球，这个飞球在外野。林家伟已经到定位，哦，在空中停留的时间是很久哦。一垒的大弹跳收球之后顺势踩垒包一出局。好，这个球是玉成的守备机会，哦，触及的安打，内野安打。好，这是一个冻结崇宇棒子的三振出局，同一时间这场比赛第一次三上三下，比数依然是0-0。布林的初赛啊，嗯，来到现场观察。哎，这球打得不错，反向的落地安打。好，柏成这场比赛呢也贡献了安打了，得分上面呢就只得到一分，这球现在是很成功了。好，许哲彦去补防一垒，在记录上是成功的触及牺牲。球有了，打点圈的安打出现，但是看到了 stop sign。挥击的轨迹啊，相当漂亮哦。嗯，这球不好掌握，是因为它是比较高的进垒点，而且又是速球，打成平飞球不容易哦。打得很强劲哦，所以先把罗成挡在三垒。三垒的大弹跳，哇，这球不妙了。这球在三垒跟本垒之间要造成夹杀，好，已经是 tag 到了。哇，有两个选择哦，嗯，这也是一个双杀的一个可能哦。对，但选择传本垒，对，透过夹杀之后是拿到一个出局。这球是一个安打，这个安打球会拼本垒，加快脚步，阿德冲本垒。抽前，所以攻下第一分，第一分是由柏林的安打，关键安打出现了。嗯，哇，阿德一开始的离垒就够大了哦，击球瞬间就开始冲了。阿德知道自己是捕手啊，所以起跑的 timing 掌握得很好。最后的回传，崇宇觉得本垒攻防来不及，所以他往前去拦截。对。哦，你看阿德这个 timing 啊，掌握得很好。
三振出局，看到的通通都是变化球。富邦的第四局攻势结束，国林的安打带打点，1-0，富邦领先。哇，中间方向在哲轩的面前掉了下来，那现在许哲彦也打出了安打了，因为方向抽球了，转身传二垒封杀，再回传到一垒 safe， 不容易啊、哦、可以看这个玉成的接传球、哦、他接完球之后几乎是纹风不动的，马上出手传啊，走了，结果打了一个冲天炮。好，这个冲天炮呢稍微会受到天色的影响哦，但是孔令恩已经掌握住了，接杀出局，走一垒方向收球，黄保罗下球，第三出局出现在一垒，结束了这个半局统一狮队的攻势，留下了残垒，统一0-1落后。这个变化球还是没有能够忍住，直插球，漂亮的进垒点，正常的缠斗功力，打在中线被古林收球了，两出局，变化球，这球主审没给，打者也没打，形成了四坏球保送，左。这球在游击方向，正面球直接封杀掉了张玉成。投手球上现在吊上的是王卫勇，王卫勇在这一季呢是拿过16次的中继成功，1.11的 WHIP。飞棒落空的三振出局，哇！面对林安可哦。这球在中线收球之后的玉成很迅速地解决掉了潘杰凯，是吧？这球打在中外野方向，有守备的机会，哲轩完成了接杀，出手了，打成了飞球，这个飞球在一垒的领空附近，由林奕泉完成了接球，啊，去追打坏球了，回棒落空呢，使得阿德遭到了三振，打成了滚地球，这是许哲彦的守备机会，这个半局三上三下，处女秀正式的登场。今年呢他跟着台钢雄鹰在二军呢也出赛了11次的比赛哦，这球被带起来，在右半边没有接到，哇，这下麻烦了，因为他有一点点被遮到哦。对，那被陈胜平打了一个二垒安打，那也稍微的影响了他的跑动的脚步，因为手举起来哦，所以很难用全速奔跑的方式，而且又进到灯光，哇，这又是一只平飞落地的安打。那现在张毅的投球一上来之后，就是连续两名打者出现了安打，挥棒的三振出局，好，在 location 膝盖附近的高度哦，三振掉了第9棒的许哲彦，刚提到的直插球，哇，这颗直插球球速很快，139，滚地球被打穿了，第一个变化球呢就被打穿，那一垒出发的陈冲宇也上三垒，啊，出局，会不会挑战？哦，三垒神是判出局，很接近哦。对，接球的那一刻，对。传得很准才有办法有这样的触杀动作，因为他要让董子恩接得很流畅，这个接球的点以及他整个
手套拉下来的动能都要非常的流畅，才能够抓到有速度的捕手陈崇宇。董子仁几乎不用做下拉的动作。方向的平飞球进手套，柏林接杀了邱志成。今天主审是杨崇辉先生哦。带在角落附近，带在角落附近，带在角落掉下来的安打，这个安打球，柏林要冲二垒，球传进来，二垒安打。点。捕手拿球之后只能选择传一垒了，然后在记录上是一个成功的触及牺牲，地球出现了，收球之后看了一下三垒，解决掉了中贤，这球打成了滚地球，漏球，那这个漏球呢也是，既然是超前分就回来了，但最后没有接近手套。对，许哲彦这一刻漏掉之后，快腿的正头 safe， 还是低啊！这球有机会了，落地的安打，前卫跑者是王正堂，跑回来得到了多加一分的保险分，3-1。再看这个球的 location， 浮起来啊，对，就是浮起来了。范国成也有做调整哦，前一颗低的位置挥棒落空啊、哦，那这颗球出棒的 timing， 还有出棒的轨迹啊，球棒控制都很好。哦，打在中外野方向，但是很迅速后退的是陈杰宪，完成了接球。曾俊岳在这一季拿过15次的中继成功，1.23的自责分率。这只是一个冲天炮，阿德有机会哦，在界外区干了。这球只是一个飞球，大联盟等级的冲天炮，这个冲天炮由国成来处理，出来。然后三外满球数。再来一个反手挡住，起身传一垒，哦，来不及了，真的是没有办法出手。又是一个反方向的平飞安打，哦，这球又高了起来了。用 push， 哇，要拼内野安打，哎，传一垒 safe， 哇哦，选择是用突袭短打。也花了一点时间呢，因为在正常的站位要处理这个球就很不容易了。陈胜平的跑速是相当快的。好，这个飞球呢是有机会处理的，已经就位了。旁边人接杀了陈崇宇，结束了统一在第8局的攻势。邱浩军在这一季呢拿过7次的中继成功哦，1.14的 WHIP， 打击记录的选手呢，今天也都在场上。这球打成了一垒方向的滚地球，有等球的空间。哦，没进好球带，比前一个球更稍微开一点点，增加了进攻的机会。这球出手了，哇，被接杀再回去。来不及回去，打得这么强劲的平飞球，结果形成了一个双杀的守备。弗兰哥上一场的初赛呢是救援失败，不过在今年球季呢，他整体来说还是拿下了15次的救援成功，1.53的投手自责分率。好，这个中线球被打成了安打，虽然球数达到152哦。
哦，这球漏掉，哇，直接往地上去了哦。挥棒落空的三振出局，不打也会是好球。他塞他内线。再传三垒，哇 ，safe。好，一垒是出局哦，但是利用这个长距离的传球，上到三垒，是啊，有没有粘住垒包？这个滚地球有机会处理，收球了，比赛结束，最终呢是以3-1，富邦悍将在新庄球场击败了统一狮队，这也是下半球季悍将呢首度打败了统一狮队，在这个系列赛中呢是拿下了1胜2败的成绩，那胜利投手呢是张毅，那关键的击球呢是在第7局啊，那在江成峰的头球之下，那包括了王正堂，造成了对方的失误。那范国成的打击呢，也带着打点，但是呢，赢球的是富邦悍将。那5局投得很好的黄保罗，以及今天进攻端打得很出色的高国麟，到底谁会是这场比赛的单场最有价值球员呢？稍后揭晓。飞越顶峰，我们是悍将，不